中国启用全球最大浮动太阳能厂。中国已经打开了他们最新的环保能源计划的开关。据报，中国在中部淮南市的一座湖上新建了全球最大的浮动太阳能厂，它由160,000个太阳能板构成。这些太阳能板可以为15,000户提供电力。这座发电厂已经与住有250,000人的城市相连。太阳能板在湖上的位置有高有低，湖水有助于冷却装置中的电子，避免它们过热。太阳能就像风能，具有偶发性和环境依赖性，这代表太阳能板所生产的电量有时会因为天气而波动。